没有，我们绝对是一视同仁。那昨天体育局也对外说明，就是一个误区。北投的影视园区的部分，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说这个18亿可能到最后都会变成好像就是泡汤？文化局也已经有对外说明，其实我们就是依照以前，就是之前我们在接手时的规划来进行，也就是现在我们会在做最后一次的招标。那如果届时还没办法发包，我们就会进行来进行全面的通盘检讨。没有，我们绝对是一视同仁。那昨天体育局也对外说明，就是一个误时，同时在第一时间我们进行了更正，同时也向议员表达歉意。那我也会请体育局来进行内部相关的检讨改进。我们都是一视同仁，我自己也担任过立法委员。我想只要是议员来所知有需求，我们各局处也都一定会提供。其实不管是之前保二的议题，或是这一次中央要来扩大招募民防疫情，其实中央政府都应该要对外完整清楚的说明整体的规划以及它整个通盘的考量。其实不管是军人、警察、民防、疫情，都有各自的定位，也分担不同的工作责任。我想这个部分中央有必要对外清楚说明，不要让民众和基层有任何的担忧，制造更多的疑虑。